哎，你好，是你好。哎，谢谢你，快到哪里？你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架子啊什么的？不需要。护得好啊！哇，你看这个，这也要换啊！这该换，对。filter 还有一个 filter， 它是在里面。OK。我想。哦，就在这里。哦 ，OK。你看这个。OK，Yeah，、okay, 是够脏的。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这让车里面空气很脏。对啊，这对呼吸不好。对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所以这个也要换。当然。哦，这个就插进去就好了。对。哦，这样可以，没事。哦，可以，没事，可以。哦，那行。
黑的要不得。2012年的 Honda Odyssey， 它这个 oil 要 reset， 我们按着按键，按到这个 oil， 然后把这个按钮按着按下去，按几分钟，然后你看它就是这样，有 blinking 亮了，然后你再把这个手放掉，放掉的时候，然后再按下去，按下去，然后它就变成。100% live， 它就变成它那个100，那就可以了。然后就给它关掉，然后再检查油。刚好它这个油那个点要到这边。擦干净，然后伸进去，啊，拿出来看，刚好它的油到那边，这样子可以了。它这个油不能乱丢，像你这脏的油再拿回去那个车行啊，反正能拿到有地方可以 recycle 的地方，拿回去给他们 recycle， 千万不要乱丢在垃圾桶。下次换机油，等到它这个变到 15% 的话就要换，或者7000迈，7000迈就要换机油了。